哥刚好提到，在首善之都台北市哦，都可以做这种事情。其实对于这个徐小欣妈妈来说，她自己会觉得很痛苦，然后也觉得备受威胁哦。但我想问你的是哦，为什么这一波绿营是锁定徐小欣来做这一连串的事情呢？不，因为徐小欣就是一个最有耐性去跟1450侧翼周旋的国民党的立委嘛。嗯，坦白讲。国民党的立委真的是说得出名字，哎，谁常在踢爆？嗯，踢爆最多就罗志强啊、王宏威啊、徐小欣啊，啊，可是这么有耐心的去跟那些网络的杂碎周旋，就真的只有徐小欣嘛？而且他一路走来就是在做这件事，就是让人家终于发现国民党有一点网络作战的能量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就是民进党人乐见嘛。嗯。包括绿媒啦，就说这个人不搞死不行啊，我们有很多举动都被他在网络上曝光啊，因为有一些人是开记者会，那开记者会完媒体不报道就没啦。嗯，徐小欣不是啊，他是蜜獾个性啊，追杀到底啊，那就网络战就跟你拼到底啊，就是这样的人嘛。嗯，这样的人我敢说国民党就只有一个，就他。嗯，就只有一个嘛。哦，我坦白说了，我是觉得，如果大家都不出来帮徐小欣，我甚至认为绿营接下来还有一招。嗯，他如果这一招接下来，比如说外交部去告你，对，然后真的成案啊，然后呢，现在又一大堆这种事情呢、啊，让很多人对你产生恶感，那搞不好接下来搞你罢免呢，他就要困扰你嘛。嗯，他罢免你不一定会成啊。比如说当年他也去罢免蔡正元啊，罢免黄国昌啊，都没有成啊，他就要陷你、纠缠你，让你一年内没有办法做别的事嘛。对，他就是这个用意嘛。这种狗皮倒灶的烂事啊，我对国民进党是最了解的啦。嗯，就他们就可以低级、下流、无耻、卑鄙到这个程度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如果都不去阻止啊，不去喝止他们啊，遏止他们，接下来就是罢免案，嗯，然后再让困住你一整年，就是这样嘛，嗯，哦，所以我说，这个时候就是国民党的人要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反制，那谢国梁也是在罢免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整个是杀开的啦，你不要以为跟你没有关系啦，这个当年。很多这个犹太人啊，还有德国的天主教，事后都在懊悔啊，说当德国开始这个迫害个别犹太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没有站出来啊？这一样的啦，你不要以为徐小欣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啦，啊，他可以这样去压最有战斗力的徐小欣，那以后你国民党个别立委算什么？嗯，如果这样的一个立委可以把他压在地上，让他一两年都转不过来。那他要压你任何人都容易得很啊，哦，那更何况吴钊燮也要高升哎，嗯，他要当国安会秘书长，你不要忘了，他手上还掌握所有的情资哎，你认为这样的人会干出什么事？他还在群组留言呢，林北要站到底啊，他自己讲的啊，要当国安会秘书长的人讲这种话哎，那你还不一起站出来？我跟你讲啊。徐小欣如果被搞死，我跟你保证，国民党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搞死。嗯，蓝军现在的动作，你看到反制了吗？不啦，他们即将要在外交委员会要做连续发言嘛。嗯，就是要处理那个外交部那个案子嘛。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一个跟骚这个事情也要有集体反应啦。嗯，所以我说下个礼拜一啦，或者礼拜三，大家也要去司法委员会做连续的发言。嗯。哦，就说你如果碰到这种事，我请问你法务部长，你要不司法委员那个法务部长你要怎么处理？嗯，调查局局长你要怎么处理嘛？那再到内政委员会再问警政署长你要怎么处理嘛？这个一定要有集团作战啊！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傅昆萁总召要站出来了，然后朱立伦主席要站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不是徐小欣个人的事情啊，就是这样。
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来讨论其他的议题哦。这个是前总统陈水扁，当然现在传出了在520，总统蔡英文已经决定要特赦他了，而且时间就在下个星期哦。当然这个陈水扁哦，他其实依旧在自己的这个包含翠发文等等上面是蛮活跃的，有很多这个网友的相关的留言，他自己都有一一去做回应。好，有网友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特赦之后呢，会不会出来选总统呢？”他说：“永远不会。”好，另外呢，他也特别提到了政治案件就用政治的方式来做解决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到他的儿子陈志忠哦，陈志忠他在这里的这个脸书哦，有曝光一篇是10年前的投稿，他列出扁案的6点质疑。他说呢，如今呢再来看这篇投稿，他是觉得蛮有感触的。他说，如果陈水扁只是普通人，那么扁案会不会这样办跟这样判呢？他说呢，陈水扁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受到完全保障的程序正义。这当中呢，他有列出了6点质疑。就是针对扁案的部分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是立委张其凯，他说这件事情怎么会只是政治案件呢？特赦的先决条件应该是承认犯罪，你要先向全国的民众道歉。好，要是你完全都不顾社会观感，那么特赦将不会弭平社会的裂痕，而是会加深内部的社会对立。他说赖清德强推排黑条款，导致陈志忠终身不得参选。他认为说陈水扁会不会迁怒赖清德，怪不得外界解读了，好，蔡英文在卸任前特赦是要帮赖清德拆弹。好，但是我们来看到柯文哲2023年11月的时候承诺当选之后陈水扁案会处理，但是呢2024年的时候他批评民进党不要只是在用媒体来放话测风向。这个问题我先问一下这个张延廷张将军，你怎么样看呢？包含在这个520之前释出这样的消息，我认为这个有点泛政治化。什么叫做政治案件就政治解决？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，依法解决才对啊，不是政治，完全按照法律来走嘛。不然他讲一套，他讲一套，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理，到处那到底谁是真理，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？一定有一个真理，就是法，法就是这样子，按照法这样子就按照法走，没有什么政治不政治。按照政治走，那我们通通都按照政治走。大家不要法律了嘛。没有法律，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。你连最低的道德标准没有，那你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标准呢？没有标准的啦。那政治，大家每一个人党同伐异，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。那这样的话，拿政治当护身符，泛政治化变成保护自己的，那这样子想要逃脱，想要脱身，那这样的话，大家更可以贪啦。就是说，这以后都讲说，这就是政治解决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，对不对？不可以这样子。我认为要特赦哈，要大赦，这个叫特赦，因为他个案叫特赦。对。那特赦的话，我认为要认罪。你有罪的嘛？你有罪在特赦嘛？你没有罪，特什么赦？你要先那个标的物，他有个主体，因为他有罪，有罪之后再特赦。没有罪，没有标的，你怎么特赦？我认为要这样，要弄得非常清楚，因为他这个如果这个没有把它弄清楚来龙去脉，把它爬梳很清楚的话，那大家以后比照办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变成一个案例了。大家那通常也要那变成破窗效应了，但以后都这样来做，那我们国家变成什么样的国家？变成贪，我们已经贪腐很严重了，你再贪腐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贪腐多严重啊！大家都在捞钱，然后年轻人过得很辛苦，贫富差距那么大，对不对？17倍变成67倍的贫富差距，年轻人都不要生小孩，现在那个少子化那么严重，国安问题那么严重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国家贪腐太严重了嘛。那你这个不按，那以后大家都贪腐嘛？为什么他可以贪腐，我可以不贪腐？那大家都比照了嘛，都变成这个就变成一个逃脱术了，大家以后就逃脱了。我认为政治人物要不要执法玩法，要有最高的道德标准，因为你是政治人物，你执法你就一个到最高的标准，怎么可以用最低的道德标准呢？怎么可以呢？那应该最高的标准，而且就应该按法来走啊。我认为这个东西也会变成一个最错误的示范。然后有的讲的时候有似是而非啊。这个因为我们社会大众啊，都在忙生活，都在工作，都在赚钱，都在营生，他哪会看的这个？他不会，有的一般社会大众他不会看过程，他看结果。你这个结果是这样子，是特赦了，拿那么多钱没事了，就没罪了，就这样子了。那多少钱？不是只是7亿、8亿台币啊？那海外还有多少？要不去认罪，海外还有多少？要不从实招来，从实认罪，从实悔改，然后这些贪款、这些污款，
是不是就缴回国库？是不是要这个样子？外面还有多少？那海缴八亿，那现在海外多少亿呢？嗯，我认为是不是要把它爬出清楚？不是说就告一段落了，以后特色出来了没有了？那海外的钱怎么办？我认为要这个样子，要从头调查清楚，不要就过了，好像时间久了大家淡忘了，淡忘了，那这些钱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呢？当初金改的钱到哪里去了？对不对？他都是要这个那他陈信宇讲过啊，谁拿没拿过陈水扁的钱？没有人敢出来讲哎，真的就是陈信宇，那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嘛。那倒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讲，我没有拿过陈水扁的钱。你看多少人拿？嗯，因为你拿了就不敢讲，因为讲的话说没有，结果要查有哦，对不对？要查后有哦，所以大家你看，所有人都噤若寒蝉，但是大家还在捞啊。嗯，你看我们国家的就变成这样，变成一个贪腐的天堂。因为你特色变成贪腐的天堂，因为特色，因为可以法律的事情、法治的事情转移到政治事情，然后就脱身了，就这样子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以后大家是不是大捞特捞？你看多少的政务官现在贪腐，对不对？我们国家的贪腐，老百姓好辛苦，好辛苦、哦。看他们赚钱，赚得好辛苦，赚个几百几千，但他一捞捞几百万、几千万呢？你看看，是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是这个样子，你看我们老百姓多辛苦，所以大家为什么都民怨沸腾？我们社会上为什么没那么祥和？大家按照法来走，都是按照法，都来罚什么怎么走？我甚至认为不要特色，要知法犯法，要从严，从严判刑的。我们以前在军队里面都有这样讲，因为你知法犯法，要有最高的道德标准了，结果你却没有啊。我认为对老百姓，你稍微可以，因为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为了生活。他在那个地方为了营生，家里面会过不去，用点小钱。但是你高官，这个几千万、几百万的待遇，那么好的待遇，你还这么捞钱，你怎么可以呢？嗯。所以我按照比例原则，高官更应该从重认罪，哎，不是从轻发落。你从轻发落，是不是鼓励犯罪，鼓励他们贪腐？我们贪腐已经那么严重了，还要再继续贪腐吗？嗯。所以我认为依法来办是最好。嗯。那个政治解决，那只是个脱身术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